小靖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麻辣鲜香的麻辣兔丁，先去准备一下哦。兔兔不但长得可爱，而且它的肉肉非常的好吃哦，先去休息一下吧。腌制一下兔肉，葱姜、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、孜然粉，抓拌均匀哦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配料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活了。下入兔丁，稍微翻一翻哦，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，差不多五六分钟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肉油下入四件套，下入兔丁、生抽、老抽、盐巴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、孜然粉，可以就够了。兔丁做好了，你们先尝一块哦，味道太鲜了，口水一直流哦。嗯，又麻又辣，肉是特别的嫩，感觉用手抓着更好吃。外焦里嫩，嗯，真是太爽了！一定要配个爽口啤酒，特别的爽。满口爆香，越油越鲜，是非常好的下酒菜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